我老公很夸张的租了一辆，他跟我讲 ，Bumblebee， 我的天啊，然后是有开封了，我有点炸到，看一下这车，太浮夸了，这个人我给他炸到，他竟然租了一辆。 Bumblebee，我要晕倒了。然后感觉这车又想要放到 luggage， 还要放在这里后座这样，后面哦那个后车厢也放不进。 Oh my god， 他完全没有跟我讨论，他自己过。 酒店房间、厕所、镜子，这是我们的房间。哦，这是我们的房间的 view。 好了，现在我出去逛一逛迪拜的夜晚，看是怎样子的。这里是这个 Louis Vuitton 的香水，超级多的，完全都不怕没有货。我们马来西亚一直没有货的那个蜡烛，这里超级多。 然后全部小孩子的都可以穿一整 set 的 Dior 哎，Oh my god， 还可以带 Dior 包包 ，Dior 鞋子 ，Dior 的推车。酒店的 buffet 超多人的这里。 到酒店楼下的沙滩，这也天气还不错哎。哇，你包了，你包了，这样都看不出你是谁哦哎。现在在等着我们的 jockey 呢，我们租的车来。哦，看到我们的车了。
please ignore my restless face, cause it's so hard to keep it all together ever since we left. I guess it just makes sense to what the reasoning was when I said, in case I go, no need to be stressed, gotta take it home, cause there I really miss the shade of blue.
是这个后面这个 building 是很出名的，我们就买了一个入门票，一个人差不多200多300这样子的价格，然后进来可以 enjoy 他们的 pool， 然后如果要叫食物那些就要另外给钱哦。来到这个 Five Palm Jumeirah， 超美啊！这边我觉得比 Atlantis 还要美，因为后面可以看到这种建筑物很多，就好像那种未来国家的感觉，很喜欢。它沙滩也超美的。OK， 这里的 Mac D， 它很好笑，还是叫回马来西亚有的。我等一下试看这里的味道。